好，我们现在来写，杜甫《梦李白》的第二首诗。第一首诗我们写过了，我们写第二首诗。我们发现第一首这个字数比较多，这个每一首字数比较多，然后常常会挤到底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引以为鉴。第一次，写不好，可以原谅；第二次写不好，不是很容易原谅，那第三次再写不好，那可能是自己的功力问题了啊。我们再来衡量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写？常常就是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能够写好就很好了啊。所以，不要看我这样写，其实我，有时候都要写两三遍以上哈。好，浮云终日行，多写几遍是应该的，因为必须要写好嘛，哈。那有的人说，老师功力很好，应该一遍就 OK。那其实，任谁功力再好，都要对自己或跟别人负责。所以，不能说因为，觉得自己写的还好，就会将就。这样就不好哈，一定要求更好啊。浮云终日行啊，其实行草书真的很难得说能够完全满意的哈，常常就是，还好，但是还有某些缺点，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再重写或者是再改进，会比较好，不要。明明自己写的没有很好，硬要说很好，或者是说别人可能不会在意你，但是，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别人负责哈。好，有子久不至，有子啊，久。不，这样过来对不对？往这边拉，往外再往内往下拉过来，有子久不至。好，三夜频梦惊，夜，如果有一个朋友连续三天晚上都梦见你，不知道为什么情况啊。三月蓬梦君，平梦君，那可见感情要非常好才有办法，是这样。三个晚上都一直在梦见他啊，平梦君，那可见呢，这个感情之深厚。没话说啊，平梦君。情亲见君意，情亲。情亲。见君意，告归长吉处，告，我们就写下来，就是拉长一点哈。叫篇幅底下哈，告归。好，这个归呢，我们写成这样。适度啊，可以拉长，但是要小心了，拉长让篇幅加长，并不是美好的事啊。告归长吉处，长。
这样过来，往右上写，过来往右上，长局处。那这个处的写法呢，当然也可以这样写啊，齁。哦，长局处，因为这个是一个主啊，一个人在一个主就是处啊，长局处，苦待劳不易，苦到来不易，不，我们就写成这样。来不易，好。江湖多风波，江湖多风波。多呢，我们就这样写就好了。风波，好，波呢，我们就写窄一点，写太宽了，会一直宽下来就不好。江湖多风波，好。捉急恐失罪，捉急啊，捉好急呢，写轻一点点，一二三，拉长一点点，捉急恐失罪。右上斜，往旁边出去，拉下来啊，坠，好一个土，好恐失坠，捉急恐失坠，再来是出门烧白手，出门好。这里可以至少啊，出门烧拉过来，从这里过来一个，好，从这里过来，中间靠上去，中间靠，好烧烧白手，好白这样写。一二三，平行啊，烧白手。再来呢是若护平生志，若拉过来往这边带，一二三，若护平生志，平往旁边出去，好平。若负平生志，灌溉满精华。灌溉，灌可以这样写，写两边，这样过来，往上面、往下面拉上来，灌溉。好，往右上写，一、二。灌溉满精华，好啊，满精华，满
精华。从上面往下面有一点点斜度，满精华，好，灌溉满精华，诗人独憔悴，好，这个翠呢，怎么写呢？一样是心字部，但是呢，可以从这里先写，然后呢，这样写，往上提，稍微拉直一点点。好，诗人独憔悴，疏影往恢恢，疏影往恢恢。好。往上提，往旁边出去，拉开过来，然后呢，熟，往灰灰，往怎么写呢？拉往旁边出去，好，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往灰灰灰。一个心，好，然后呢，然后再来挥，这样过来两点先写，一二往旁边出去，往挥挥，好，好，那这个挥呢，再两点就，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们就。这样写，再逗一个灰在这里。好，疏云往灰灰，将老身还泪。好，将老身还泪。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身反的写法，好，这样过来，这样已经上去了嘛，哈，内口在这里，那个田字在这里，身反内。好，为什么身反泪？将老身反泪，千秋万世名，千秋拉过来，往中间靠，再往外点，千秋万世名，好。千秋万岁名，哈，万岁岁我们就写到这里来，哈，拉长，从旁边出去，再往下，往旁边出去，万岁名，哈，往上面提，千秋万岁名，即墨生或是。
生我们已经一个不一样了，一个这个就写不一样的，这个这样写，写过来以后，身后，好，那这个四呢就摆在中间，干一点，我们就不要沾墨了，好拉过来，好，写墨身后四，好，这样空间还有还不错，这蛮合宜的哈。虽然后面比较干，但是，等于是有一个收尾的动作哈。好，款式杜甫梦李白，之二。因为第二首吧，好，那这个歌就可以写时间了就写跟下来一点点表述对诗作者的尊敬，庚子吴起真，吴要写大一点，为什么吴要写大？吴就是代表我们全家的主人翁或者是全家的姓所以呢名字先写小一点落款大概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合理大概就这样，庚子吴起真好，就是这样写了。好，我们现在来写杜甫梦李白的第二首诗第一首诗我们写过了，我们写第二首诗，我们发现第一首这个字数比较多，这个每一首字数比较多，然后常常会挤到底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第一次写不好可以原谅，第二次写不好不是很容易原谅，那第三次再写不好，那可能是自己的功力问题了我们再来衡量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写，从常常就是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能够写好就很好了所以你不要看我这样写，其实我有时候都要写两三遍以上好，浮云终日行多写几遍是应该的，因为必须要写好嘛那有的人说老师功力很好应该一遍就 OK， 那其实任谁功力再好都要对自己或跟别人负责，所以不能说因为觉得自己写的还好就会将以为将就这样就不好一定要求更好浮云终日行其实行草书真的很难得说能够完全满意的常常就是还好，但是还有某些缺点，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再重写或者是再改进会比较好不要明明自己写的没有很好硬要说很好，或者是说别人可能不会在意你，但是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别人负责好，有字就不字，有字九不站过来，对不对？往这边拉，往外再往内往下拉过来，有子九不字。好，三夜平梦惊，三夜，如果有一个朋友连续三天晚上都梦见你，不知道会什么情况三夜彭梦君平梦君那可见感情要非常好才有办法，是这样三个晚上都一直在梦见他梦见，那可见呢这个感情之深厚没话说平梦君。情亲见君意，情亲情情亲君意，告归长居处，告归告，我们就写下来，就是拉长一点叫篇幅底下告归。好，这个归呢，我们写成这样，
适度啊，可以拉长，但是要小心的，拉长让篇幅加长，并不是美好的事啊。啊，告贵长急促，长，翻过来往右上写，过往右上，长急促。那这个促的写法呢，当然也可以这样写哈。哦，长急促，因为这个是一个足啊，一个人在一个足就是促哈，长急促，苦待劳不易。苦道，来不易，不，我们就写成这样，来不易，好，江湖多风波，江湖多风波，多呢，我们就这样写就好，风波。好，波呢，我们就写窄一点，写太宽了，会一直宽下来就不好。江湖多风波，好。周吉恐失罪，周吉啊，周，好，吉呢，写轻一点点，一二三，拉长一点点，周吉恐失罪，右上斜。往旁边出去，拉下来啊！醉，好一个土，好恐失醉，捉急恐失醉。再来是出门烧白手，出门好，这可以至少啊，出门烧，拉过来，从这里过来一个，好，从这里过来。中间靠上去，中间靠，好烧，烧白手，好白这样写，一二三平行啊，烧白手。再来呢是若护平生志，若拉过来往这边带，一二三，若护平生志，平往旁边出去，好平。若负平生志，灌溉满精华，灌溉灌可以这样写，写两边，上过来，往上面往下面拉上来，灌溉，啊，往右上写，一二灌溉满精华，好，满精华满精华。从上面往下面有一点点斜度，满精华，好，灌溉满精华。诗人独憔悴，好，这个翠呢，怎么写呢？一样是心字部，但是呢，可以从这里先写，然后呢，这样写，往上提，稍微拉直一点点。好，诗人独憔悴，疏影往恢恢，疏影往恢恢。好，往上提，往旁边出去，拉开过来，然后呢，疏往恢恢。往往怎么写呢？啊，往旁边出去，哦，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往挥挥挥一个心，好，然后呢，然后再来挥，这样过来，两点先写，
一二，往旁边出去，往灰灰，好，好。那这个灰呢，在两点就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们就这样写，再多一个灰在这里。好，所以往灰灰，将老身还累，好，将老身还累，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身，反的写法，好，这样过来，这样已经上去了嘛，哈，累，口在这里，那个田字在这里，身反累，好，为什么身反累？将老身反累。千秋万世名，千秋拉过来，往中间靠，再往外点。千秋万世名，好，千秋万岁名，好，万岁，岁我们就写到这里来哈。拉长，从旁边出去，再往下，往旁边出去，万岁名，好，往上面提。千秋万岁名，即墨身或是，身我们已经一个不一样了，一个，这个就写不一样的。这样写，写过来以后，身后，好，那这个士呢就摆在中间，干一点，我们就不要沾墨了，好拉过来，好，写墨身后士，好，这样空间还有哈，还不错，这蛮合理的哈，虽然后面比较干，但是等于是有一个收尾的动作哈，好，款式杜甫，梦，李白。之二，因为第二首吧，好，那这个就可以写时间了啊，就写跟下来一点点哦，表述对诗作者的尊敬，庚子，吴起真，吴要写大一点，为什么吴要写大？吴就是代表我们全家的主人翁或者是全家的姓啊，所以呢名字先写小一点啊，落款大概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合理啊，大概就这样，庚子吴起真啊，好，就是这样写了。好，这是我们创作的《梦李白》的第二这个我用的这个宣纸比较不一样啊，是有点粉红色的，然后呢宣纸比较有色感啊，就是吸水比较没有那么顺畅啊，大概都蛮经典的，海峡对岸过来的纸哈，当然如果你说纯粹台湾的纸，现在也很少了哈。但是，这个纸质啊，并没有太顺畅，写起来有一点点的，摩擦力蛮强，但是吸水又比较没有那么顺畅，没有那么顺，所以写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在书写上很顺畅的进行哈，好，但是还是会勉力完成哈，虽然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书写如意。我们看看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啊，君是草书，情亲见君意。见君意，告归常居处啊，这个处的草书就是一个人部在一个竹哈，苦道来不易，易草书，不易是草书，不易，江湖多风波，
他们那个时候的江湖，不知道是等于是社会上的意思吧，哈。捉急恐失罪，恐是草书哈。出门出也是草书，出门烧白手，烧白手啊。若负平生志，灌溉满精华，满是草书哈。灌溉满精华，诗人独憔悴。疏影网恢恢，网是草书哈，网恢恢，恢也是草书。将老身反累，身体的身，草书啊，反累。千秋万岁名，岁草书啊，寂寞身后事啊，身后事啊。杜甫梦里白之二，庚子吴起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作品哈。